高丽国道封山汇聚国师，始发积于法眼之事本国主思慕，遣使来请，遂回故地。国主受新觉礼待弥厚。一日，请入王府上堂，师指威凤楼，示众曰：“威凤楼为诸上座举扬了也，还会吗？倘若会，且作魔生会；若到不会。” 微凤楼坐，魔生不会珍重。